就目前的情报来看，东亚医院应该是日军在南方的最大的病毒库，它的地下室存放着大量的细菌武器。该医院的院长芥川启一是日军著名的细菌武器研发专家，从他手上研发出的细菌有百余种，其中最危险的是 A7 病毒。这个 A7 被称为畸变病毒，最初感染者通过血液传播，发病两个星期后就变成无血传播。这种病毒适应性很强，而且会根据感染环境发生突变，并且感染之后不易根治。从这些特性来看，它的危害性远超肺鼠疫。从我们目前截获的情报来看，日军正打算秘密地将这些病毒运往前线用于实战，所以我们必须摧毁这些细菌特种弹。西西，你的任务就是利用宪兵队少佐的身份伺机潜入东亚医院，摧毁病毒弹。是。洛洛，你的任务就是除掉它。是一名帝国的军人吗？非常抱歉，现在不是说抱歉的时候，你去马上抓回那只猫。嘿，接触了些什么人，我们恐怕无法掌握。凡是可疑的，一律隔离。嗨，哦，来来来，宝贝真乖。啊，出汗了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要拔掉小草？它们会死的。可是不拔掉野草，它会长不好啊。会长得好的，它们可是好朋友啊。妈妈错了，妈妈去浇水，把它们救活，好不好啊？好呀，好呀。啊，你先自己玩，妈妈去打水，好不好啊？
会馆的，干嘛跟着我啊？因为我想认识你。干什么的？小仙女吗？怎么飞到我车里来的？你和小猫都是从东亚医院跑出来的。嗯。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瑞，是这棚户区的头。你为什么要杀那个日本医生？什么医生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撒谎可不好。我认了。你不回总部，约我来这儿干嘛？经理 ，A 七干粉已经被销毁。真的？西西，你太棒了，你立了大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说正事呢，你跟我进来。正事？什么正事？什么正事？西西，怎么会有个小孩？哪儿来的？我在保温车里发现的。我要我的小猫。哎呀，小天使，你太可爱了，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？春树，芥川春树。芥川的女儿怎么回事？被带病体抓伤，感染了一起。是谁教会你用弩的？我在街上看耍把式的人射了两枪，我就会了。
真的？爱信不信？那你父母呢？怎么舍得让你这么一个聪明的儿子四处乱窜？都死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其实我和你一样，我在很小的时候，我父母就去世了。他们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，就是那个叫芥川的。芥川起义？就是他，他用毒气弹杀死了全村的人。那你呢？那天我去山上打猎，回来时村里的人就都死了。你还有其他亲人吗？还有个舅舅，听说在上海。他叫什么？住在哪？不知道，我根本没见过他。这是外婆传给我妈的，我妈让我带着，说将来到了城里，舅舅看见他就知道我是谁了。西西，孩子情况怎么样？刚做过检查，很不好。你看这只怎么样？不太行。阿姐，你不是他的小外甥吧？臭小子，你太臭了，你知道吗？在下边好好洗个凉水澡吧，你。你个阴险的小白脸，敢暗算小爷，小爷跟你拼了！
哥哥不要过来，这是有病会传染的。如果哥哥得了病，就会和春树一样难受，春树现在就很难受，所以哥哥千万不要碰春树。发现最近你老是在这偷懒呢，我交给你的任务呢？自从上次刺杀事件以后，芥川加强了医院的警备力量，北野更是派特高课的精英近身保护芥川，所以暂时找不到刺杀的机会。我知道，要在眼下这个时候刺杀芥川是不可能的，所以这个任务暂时搁置。档案上是另外一个日本生化专家，他的名字叫龟板良次。我们得到非常可靠的消息，他将会在明天到达上海。在目前北野的注意力都在芥川身上的时候，我命令你伺机刺杀龟板良次。说你这么危险的刺杀任务，你竟然带一个孩子去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是他自己偷偷跟在我后面去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他18岁了，已经不是个孩子了。就算他不是一个孩子了，可他是个老百姓吧，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。如果他暴露了，被日本人盯上了，你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吗？你回答我。会比较好吃。
怎么样了？我已经尽力了，病毒非常厉害，我们手上的特效药与抗生素毫无效果，一旦潜伏期过了恐怕……行了，知道了。怎么样，小春树能治好吗？现在我们根本没办法控制病毒，他在我们这里只能等死。经理，你一定要想想办法呀。我在想，事到如今也只有把他送回到他父亲身边才能有几分希望。你是说把他送还给芥川？毕竟是他的女儿，我想芥川应该会竭尽全力帮他。但愿如此吧。春树，爸爸会治好你的病，等病好了姐姐再去找你玩好不好？你要继续给我讲小精灵的故事。好。小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送春树的，我和你们一起去。露露小姐，你干什么慌慌张张的？小瑞不见了，你看见小瑞了吗？什么？小瑞不见了？什么时候？我不知道。还有，储藏柜里面少了把手枪。这样，你先别着急，再好好找一找，我马上过来。怎么今天有雅兴来这里？原来是准备以身为饵。北野深感佩服。北野阁下言重了，
我会派专人负责您的安全。非常感谢。听说芥川先生为了帝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爱女，恋爱的遭遇实在是让人惋惜。芥川先生今天就在这里抒发一下抑郁之情，我会亲自前往现场负责安全转运工作。还没找到小瑞？还没有。经理，外线传来消息，芥川已经离开医院，刚去了日本军官俱乐部。好，知道了。芥川出现在公共场合，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刺杀机会。那小瑞呢？小瑞，我会想办法去救他。记住，你的任务是刺杀芥川。是。那位先生，请你过去一趟。
你这种人也会伤感，也会内疚。你别再自我催眠了，害死你女儿的是你自己，芥川奇义。不可能！是我杀死我的女儿，是我杀死我的女儿，是我杀死我的女儿。不该是这样，我们一起死。该去地狱，向你的女儿。 因为舅舅身上